转正掉，转正掉，滑下来。好，停。哎，哦，这里双重障碍了，这个不跳坑都不行了嘛。这个你自己想一下，这里有一条沟，这里有一个坑，自己挖的坑自己跳。
走啊，啪啪啪的，哎呀，下个坡的，哎呀，下坡，哎呀呀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你不要把我们万财的刀削掉，哎呀，我的天，哎，人都差点飞出来了，我靠，哎，这个，哎，这个我还真没有想到破几的东西嘛。过来以后当兵好不好？啊，这哎，赶快插下去，头把它插起来了嘛！来，烧着小臂，下着大臂行走，下大臂，下大臂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走啊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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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跳进去啊！怕什么？你挖的坑嘛！好，这样了，这种情况。那也只有说报警了，但也可以啊，看好了，这种情况我们还可以把它破解一下。好，小大臂抬起来，因为这个高不是很宽，然后我们把小臂伸远，把重量放到前面去啊，不要抓，不要抓，好，直接走履带，再走再走，哎。再走再走，干翻了算球了。走走走，下着大臂走，重量尽量给他在前面，不要抓土。但是，走。哎呀，问问。哎呀。哎呀。走，没事。好，大臂下下下下。哎，不要抓，还是不要抓。走，我看能不能下来。下大臂，对，走。好，慢慢的抬一点，抬一点。哎，这种也只有我敢教了。我操，这个，来，再来。好，婆娘讨了没有啊？没有啊，没讨的话，更没事了。看好了，现在我们要出来，除了跳进去，还有另外的方法。你看到没有？这条履带和这个冰已经很近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利用你的。小臂在那里撑着，一边走一边往这边打，让这条履带尽量靠到石土上来啊！不要搞反，搞反就废了。后面也是空的，前面也是空的，记好了。现在怎么搞？现在我的意思，你可以撑车左右转也好，干什么也好，把这个头尽量移到安全的地方来，拉着一点小臂，拉着一点小臂。喂，要往前来一点，往前来一点。我都有点害怕怕的嘛，来来来，好，再转再转，往那边再转，再来，对，马上抢，哎哎。